今天我们来讲第三节课 Python 的基本数据类型讲解。Python 呢，它有一个概念叫做“一切皆为对象”啊。其实呢，我们的现实当中的事物呢，也皆可以理解为对象。比如说这个自行车啊，这个我们在 Python 的这个特性讲解里面有拿这个自行车做例子啊。我们将这个自行车的一些元件拆解下来，比如说像手刹、轮胎、脚踏板，这些呢都是我们自行车的属性啊。但是呢，我们不需要直接去操纵这个自行车的属性，我们只需要掌握如何去操纵这个自行车属性的一个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只要掌握了如何前进啊，如何停止，还有如何扭转这个龙头啊，控制方向。这些呢，也就是这个自行车这个对象啊，提供给我们的一些现成的方法。我们只要使用这些方法，也就可以掌握了如何去使用这个自行车的对象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对象的两种啊，就是两种的一个方式。对象呢，它不一定是像是自行车的这种由实体的啊一个实际内容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呢，将一些抽象的东西啊，就将一些事物呢，把它抽象出来。抽象出来的呢，它也可称为对象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现实里面这些东西，比如说像自行车呀这些啊，像我们的香烟啊、笔记本，这些都是一个现实中你可以看到的东西。还有一些无形的东西，比如说像是恋爱，是不是？恋爱这个东西呢，我们当然，我们是有和人来恋爱的，是不是？但是呢，我们这个恋爱呢，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啊。就我们要将它抽象出来，抽象出来呢，然后总结这个恋爱的本质，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对象呢总结出来了啊。比如说啊，就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那个恋爱，我们可以先分解一下有哪几种恋爱啊。比如说我们有男人与女人的恋爱啊，还有呢，男人与男人的恋爱啊，然后呢，女人与女人的恋爱啊，这是我们人类的恋爱啊，那个人兽就算了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制定一个男人与女人的一个恋爱对象啊，这个对象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这个行为抽象出来的啊。然后呢，我们来写，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例子，是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对象是如何把它抽象出来的一个小例子啊，大家看一看就好。恋爱对象啊，我们制定一个恋爱对象，首先呢，它肯定是有一个属性的啊，最基本的一个属性啊，男人啊，女人啊，它有这个最基本的属性，它不能是男人和男人，也不可能是男人和女人啊，女人和女人，否则呢，如果说啊，这个对象建立成功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女人和女人呢，放进来，那他就判断错误啊，就不让你适应这个对象，因为我们是制定的是男人和女人的对象啊。然后我们来制定一个方法啊，方法，然后我们来做一个一见钟情啊，这个是一个方法。然后呢，这个方法里面呢，那我们就得判断了，哎，比如说判断这个男人啊，这个女人，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属性里面的这些男人和女人呢，他们也是对象。如果在 Python 里面，一切皆为对象，你看到的任何的，不管是变量还是什么，只要是他们是写出来的啊，那他们都是对象。所以说，大家要紧紧记住这一点。然后呢，一见钟情这个方法啊，一见钟情这个方法，那我们就得去判断啊，男人啊，或者女人啊，或者女人，具有啊，这样写的清楚点。判断男人对象或者女人对象具有哪些啊属性啊，或者是啊同时具有啊哪些属性啊，比如说啊可能是说要求这个男人他要有一个啊高大威猛的属性，如果没有高大威猛的属性呢，那他要有其他的属性啊，或者说两人都同时拥有了这个眼睛坏掉了的一个属性啊，就是王八对绿豆嘛，就是对上眼了。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一见钟情这个方法呢，它里面呢，它其实它调用的呢，还是属性，它是根据你这些基本属性啊，来做这个，把这个方法调和在一起。就像我们这个自行车啊，如果你没有这个
轮胎啊，你没有这些手刹车，那你这个方法也就无从而来了，是不是？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了，就是说一些方法它是必须是要由这个属性来作为一个必备条件的，否则的话呢，它也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实际操作的方法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然了，还有一些抽象性更抽象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后面去继续讲。大家也就明白了现在的这个对象啊，对象就是说从现实生活中把一些具体的事例给抽象总结出来啊，把它的规律啊总结出来，然后呢再把这些事情糅合在一起，让它变成一个整体，它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呢它是可以被实际运用的，这个就是一个对象啊。接下来我们回到 Python 啊，Python 呢它是一门编程的语言，而编程呢大部分时候我们是在操纵数据啊，操作它，修改、删除、添加啊，然后呢，这个数据呢就得回到这个数据类型了啊，就得讲到这个数据类型。我呢这里已经啊进了虚拟机了啊，这个昨天的教程里面已经讲到如何安装这个乌班图啊，进入这个虚拟机。然后呢，我这里有两个赋值啊，这个赋值呢等号右边的啊，等号右边的就是所谓的数据。我们呢，先来讲讲这个数据的这个组成部分，也就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啊，大家要了解一下。然后呢，数据啊，我们以这个一这个整形来做一个啊，来做一个例子。它呢，它是有一个身份啊，类型，值啊，这个是一个数据类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它的身份是什么呢？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代表它的一个唯一的标识符啊，就类似于像内存里面占的那个位置呢啊，咱们就从这个标识符里面去找到它的。我们可以用这个 Python 的一个方法啊，用 ID 这个方法来找到它的一个标识符啊，比如说啊，这就是一个长整数，一个标识符。然后呢，每一个变量的一个标识符呢啊，每一个数据的标识符呢，它都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标识符。然后呢，它在 Python 里面啊，基本上也是，你也不可以去调用这个标识符啊，所以说基本上看一看就可以了，知道有这个概念，这是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身份，就跟你的身份证号码一样啊。接下来呢，就是它的这个数据的类型了啊，数据类型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type 啊，type 我们昨天有讲过，type 呢来查看每一个这个数据的数据类型啊。咱们的变量呢引用了这个数据啊，数据对象，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查询这个变量啊，然后呢找到这个变量引用的数据对象的数据类型啊，它这是一个整形。然后呢我们假设是赋值一个啊这样一个数据，然后呢它就是一个啊字符串的一个类型。接下来呢，就是它的值了啊。这个值呢，像我们这边用一这个做比方啊，这个值呢也就是一了啊。然后呢，每一个数据类型呢啊，它得存它相应数据类型的值，这一点是大家需要知道的。比如说啊，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 str 它是一个字符串的数据类型，所以呢，我们里面也只能存字符串啊。当然了，这是 Python 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机制，我们只要了解它的组成部分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在这个 Python 核心编程里面啊，它有一个比较傲娇的结论，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它拿这个 Python 呢和 C 做比较啊，因为 C 里面有指针嘛，然后呢，它就下了一个定论，就是说 Python 里呢一切都是指针啊，所以咱们就不用再考虑这个指针这个问题了。大家只要记住这一句话，现在也不用太去弄懂这个意思啊，只要搞懂引用，然后呢记住这句话，以后的话慢慢也就知道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讲一讲这个常用的基本数据类型了啊，Python 里面的。当然呢，数据类型它不止这么多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直接查一查资料啊，我这里就讲一些最常见的。像整形，我们刚刚已经做赋值的时候已经用到过了啊，也就是数字啊。然后呢，像这个布尔值呢，它就是一个真或假的一个概念，真啊 true 啊，假的 false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说这个单词啊，
第一个字母啊得大写，不能小写。这个 Python 呢，它是大小写敏感的。比如说，我们来做个例子啊，我们呢将这个布尔值复制给一个变量啊，它这边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没有 define 的啊。然后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t 大写啊，这个一定要记住。然后呢，它就是一个布尔值了。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类型啊，它就是个布尔值的类型啊。它的值呢啊，就是一个 true 啊。然后呢，它的那个 ID 呢啊，它的唯一标识符呢，我们就用 ID 来做啊。我们来看一看，哎，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ID。当然，大家就不用太管这个 ID 到底是多少啊，因为很少用到了。然后呢，字符串这个东西我们已经之前讲过，这里再仔细讲一下啊。字符串呢啊，字符串就是用两个啊双引号框起来了啊，它这个东西里面的就是叫做字符串了啊。然后呢，这个字符串呢，它同时也称为一个序列啊。序列是什么呢？我等会会仔细跟大家讲啊。再往下走的这些呢，它也是一些基本的数据结构啊。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后面，会在后面的课里面去讲，把这些讲清楚啊。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这些基本的数据类型呢，它有啊两种机制，一个是可变的啊，一个是不可变的。这里面呢，不可变的类型里面呢，就有这个整形字符串啊，还有这个元组。什么叫做不可变的呢？哎，我们来讲一讲。比如说啊，我们将这个一个啊一个整形啊复制给这个一个变量哈，然后呢，假设你要去修改这个变量呢，那你呢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说啊，我想把这个等号右边的这个变这个数据对象呢改成啊五，这是不可以修改的，除非你创造一个新的对象。有的同学可能就想了，那我 a 等于五啊。我 a 等于五，我不就是改了吗？这里一定要记住了啊，你 a 等于五呢，只不过是将啊四的这个引用呢啊转换到了五的引用，也就是说呢 a 呢原来是引用四的啊，在这里面，后来呢这个 a 呢就引用五了啊，它并不是说你这个这等号的右边的这个数据对象呢啊被更改了啊，只是换了一个引用，这点要记住了，嗯，然后呢字符串呢它也是一样的啊，字符串。比如说啊，a 等于这个啊，哈哈哈啊，这个字符串呢，假设呢，啊你呢换了一个字符串啊，哈一啊，然后呢这里面呢其实并不是你这个等号的右边的这个字符串呢更改了，而只是这个前面的变量呢，也就是等号左边的这个 a 这个变量呢啊更换了一个引用，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概念上的问题啊，概念上有错误的话呢，以后写程序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啊。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一个不可变类型，也就是这个 tuple 啊，就是我们这个 Python 里面的一个元组啊，叫元组。元组怎么写呢？就是这个这里我已经写好了啊，这个组我写错了，这变成元组添尊了啊。元组啊，这个元组呢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写法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a 等于两个小括号啊，然后呢中间呢跟数字跟数字对象啊都可以，只要是对象就可以啊，数据对象，嗯，然后呢，中间用逗号分隔啊，这一点它也是一个存储的一个结构啊，然后呢，这个元组呢，你生成以后你也是不可以去更改的啊，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和另外一个啊，就是可变的类型来做这个比较了，比如说啊，我们呢啊。生成一个列表啊，我们随便生成一个列表。这个列表呢，其实结构上面、写法上面和这个 tuple 很像啊，和元组挺像。它呢，只不过把括号改成了这个中括号了啊，中间也是用逗号分隔。然后呢，把这些对象呢，就是存储在里面啊，方便调用。然后呢，这个 list 呢啊，这个列表它是一个可变对象。也就是说呢，啊，我们刚刚有一个 ID 这个东西啊，这个 ID 是来看这个数据对象啊，它的一个唯一标识符啊，这个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整形，我们来看看它的唯一标识符是不是有变啊，比如说，嗯，
我们就现在重新定义一个变量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它的唯一标识符。它现在的标识符呢是这个，我们来更改啊，我们把它的引用换一下啊，换一个。大家已经清楚了这个概念了啊，也就是说呢，并不是说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这个 ID 标识符啊，它已经变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呢啊，这个等号右边的这个字符串对象啊，更改了值。如果它只是它自己更改了值呢，那它在这个唯一标识符里面，它肯定是一样的，是不是？那就是同一个引用了，但不是同一个引用，它是换了一个引用啊。那我们呢，再拿这个可变类型啊，可变类型里面这个 list 啊来做比较啊。比如说呢，我们先新增一个 list。一二三啊，就给它定一个数字串儿，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它的唯一标识符啊，它的唯一标识符呢是这个啊，大家看清楚，然后呢，我往它里面加一个东西啊，在它的末尾呢加上一个四，它现在呢，它是变成了一二三四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它的唯一标识符是多少，大家对比一下啊。对比一下这两串唯一标识符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可变的类型，它是可以在自己呢可以对自己进行修改啊。然后呢，但是这个字符串呢，或者说这个 int 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元组，它都是一个不可变的类型。也就是说呢，你不可以自己对自己进行修改，你只有新增一个数据对象才能改变这个值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讲一些概念了啊。首先呢，我们刚刚已经明确了这个引用啊，引用到底是什么啊？也就是说呢，变量啊，赋值，也就是说呢，我们这边的所有的这个等号啊，这些都是赋值，这些赋值呢，皆为引用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然后呢，我接下来要重点讲讲这个动态性啊与动态类型，它为何不再动态？这是一个小例子啊。也算是一个基础应用了。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这个 Python 呢，它是一个动态性的语言嘛，比如说我们将这个啊整形这个四啊，这个四赋值给这个变量 a，那 a 呢，这个会因为它是被整形四赋值的，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整形的一个啊数据类型，它不会像 c 一样，你得先确定这个变量 a 呀，它到底是哪个类型啊，然后呢，它才可以去存。它定义的那个类型啊，它是个动态类型。但是我现在要讲一讲，就是说动态类型啊，它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啊，我们呢现在定义一个啊一个字符串啊，比如说这个字符串里面呢包含了一些数字啊数字，但是呢它呢当它被定义以后啊，它现在是一个字符串的类型。但是呢，假设它被定义以后，它就不能再进行一个更改了，也就是说它。丧失了一个动态性啊，丧失了一个动态性。比如啊，比如说我们用 a 加一啊，a 加一，大家可以看到了，这边就讲一个类型错误了，是不是？它呢不会因为你这里面是数字啊，然后呢，当它这个 a 加一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的是一二三四加一变成一二三五，它呢这个东西它是不会给你动态转换的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当你类型不同的数据类型进行一个啊，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两个类型之间的关系啊，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类型。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这个 a 加一啊，我们呢就必须要进行一个类型转换了啊，我们必须要先将这个 a 呢这个字符串呢转换成一个啊整形啊，我们再给它加上来，这样的话就能加了啊。然后呢，这里面啊，假设我们的 a 呢不是一二三四啊，我们变成一二三四啊。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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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里面还有了一些这个字符串了，是不是？这个 C 的话是字母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再加一加啊，看一看，哎，它呢又不让你加了。我们把这个这里面的结果的错误再仔细拿出来啊，也就是说啊，
当这个 a 呢等于1234CCC 的时候呢，啊，再给它拿下来，拿下来，然后呢，它呢是不能进行一个类型转换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字母，它不是一个纯的数字所以说它是不能进行类型转换的，这和其他的语言不太一样比如说像 PHP 里面，不管你这个字符串里面是什么东西，你只要转换，它就给你强行的会给你转换成零假设你里面有字母的话，就给你强行转换成零。然后呢，假设你里面是那个数字的话呢，它就给你转换成一个纯数字这个是不同的一个语言的一些特点这里大家要记住了。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布尔值这个布尔值呢是常常会用到的一个判断比如说一个事情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我们就往下面运行，是假的我们就把它否定了就不运行了。它这个布尔值呢，它有时候呢是根据一个表达式一些表达式的结果呢，它就是一个布尔值。比如说我之前在 Python 特性里面有写过这样一个语句，比如说print 一等于一咱们看一看，它就会返回一个布尔值。也就是说呢，在这个 Python 里面这个比较的这个操作符，今天就提前讲一讲。这比较操作符呢，也就是两个等号，大家记住一个等号是赋值，两个等号呢是比较没有三个等号Python 里PHP 里面有三个等号然后呢 Python 里面只有两个等号，两个等号呢，它同时呢去比较这个左边和右边的类型值类型和值是否是同样的。比如说我们 Python 一等于一你看这个。它们呢，虽然里面的值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它们的类型不同它们的值都是一，但是呢，类型呢，一个是字符串一个是数字，所以说它们是会返回一个 false 的一个布尔值布尔值呢，有时候也可以这样用布尔值同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函数我们可以看一看，比如说一等于一你看这个布尔值它这个方法呢，也可以这样去判断。大家有时候，比如说想得到一个结果比如说像这样a 等于布尔一等于一这样呢，这个 a 呢也就是你后面的表达式的一个结果了，可以随便拿到程序里面去用就不用像我们这个 print 一样要 print 出来，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变量里面这变量引用了这个布尔值的这个结果然后呢，这个布尔值讲完了以后，这节课就到这里了，大家也希望大家能这个吸收下，能引申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讲数据类型、讲数据结构呢，我就希望不要讲得太快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一切的基础的基础我也给大家，一边讲这个的时候呢，一边讲一些小小东西、小玩意也方便大家以后在实际操作里面的话，不会没了头脑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